全红婵又带娃了。这位十七岁的跳水天才，不仅站在奥运冠军的巅峰，也在生活中展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最近，他与乒乓球奥运冠军许昕一家聚会的照片和视频在网上疯传。照片中，全红婵放下了跳水奇才的身份，化身为温柔的带娃小能手，与许昕的儿女玩得不亦乐乎。这位习惯于站在高台上的冷静小将。 此刻居然沉浸在孩子的纯真笑容中，流露出极具感染力的温柔，令无数网友心生共鸣。许多粉丝或许还不知道，全红婵对孩子们的喜爱已经不止一次显露出来了。假期回老家时，他常常带着亲朋好友家的孩子们到处玩，尽情享受这种纯粹的陪伴和简单的快乐。他不会被繁琐的琐事打扰，甚至不会感到一丝不耐，反而对孩子们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好奇和耐心，这份对生活的温情与爱，似乎正是他在竞技场上高压环境中寻找的一种平衡。也许在这里，他才真正放下了肩上的荣誉，回归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中去。这次聚会的视频一出，许昕的女儿胖嘟嘟的小脸瞬间吸引了无数网友的注意，而全红婵则一边玩耍一边笑意盈盈，不时抱着小女孩逗她笑个不停。 作为国家跳水队的焦点人物，全红婵日常训练中的专注与严谨，仿佛在这一刻被彻底打破。她的姿态轻松又自然，仿佛忘却了镜头的存在，完全沉浸在眼前的欢乐里。这种反差带来的感动和温馨，让粉丝们忍不住感慨道：“原来我们的婵宝在跳水池之外，竟也是这么有人情味。”许昕的儿女对全红婵十分依恋，小手牵着她不放。 全红婵仿佛是一位天然带娃高手，轻轻松松便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她的温柔体贴显然打动了不止孩子们，更引得网友们纷纷留言夸赞她，不仅在跳水台上表现出色，生活中更是细心又懂得体贴。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地说，若未来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是个温柔而称职的妈妈。其实，跳水与育儿看似毫无关系。 但对于一名年少成名的运动员而言，这样的生活体验并非容易。像全红婵这样的年轻冠军，自出道以来便无数次经历了体能与心理的考验。在跳水池中的全红婵是需要精准控制动作、保持冷静的奥运冠军，而在带孩子玩耍时，她却可以完全放松自己，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去。这种对比之下， 人们仿佛看到他在赛场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态度。他不只是一个运动员，他也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有着对生活最本真的追求与喜爱。与全红婵的少年成名不同，许昕则是一位在拼搏多年后才逐步站上巅峰的乒乓老将。他不仅事业有成，赢得奥运冠军，还收获了一段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他的妻子姚燕曾是乒坛名将，同样出身于上海的乒乓青训系统。姚燕家境优渥，从小便被视为天之骄女。她的父母均在知名外企和政府部门工作。姚燕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俨然成为上海乒乓界的一位富家千金。姚燕和许昕的相识可以追溯到他们的青少年时期，两人从同门师姐弟一路走到恋人。 最终走进婚姻生活，堪称是乒坛界的青梅竹马。姚燕退役后选择在商界发展，许昕则继续在乒坛奋战，一步步从国内赛场走向国际舞台。两人的爱情故事温馨动人，而家庭生活更是幸福美满。如今，他们拥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小家庭其乐融融。 两位冠军夫妻不仅在事业上相辅相成，在家庭生活中更是理解支持彼此，家庭的幸福更是让无数粉丝感慨，这才是人生赢家的正确打开方式。在与全红婵的聚会中，许昕一家的温馨氛,氛围感染了全红婵，他也忍不住将这份感动分享在社交平台上。许昕随即调侃道：“自从妹妹出现后，哥哥的人气突然下降好多。” 全红婵则幽默回复道：“还是太全面了。”这一幕再次让粉丝们感受到，她不仅是个可爱的邻家妹妹，更是一个自带幽默感的小机灵鬼。照片与视频一经晒出，立刻掀起网友的热议，纷纷称赞全红婵不仅跳水能力出众，带娃的天赋也不容小觑。许多粉丝调侃道：“要是婵宝不跳水了，干脆转行当个带娃博主吧，肯定也很受欢迎。” 这样的玩笑话映射出人们对他性格的喜爱和对他未来生活多样化发展的憧憬。在带娃的纯粹时光中，全红婵展现了他柔软的一面，也让人忍不住为他的未来设想。这位跳水界的明日之星已然经历了无数次训练与比赛的洗礼，他的一举一动被聚光灯捕捉，被粉丝记录。而面对那些无尽的压力和期望， 他选择用真挚的生活态度去化解，用对孩子们的爱去平衡，让自己在紧张的训练之余找到一份轻松和愉悦。全红婵如今正在中国跳水队接受冬训，每天的训练计划排得满满当当。作为一名人气极高的运动员，各类活动的邀约、赛事的准备、媒体的采访接踵而至，他的生活看似辉煌，却也充满了压力。 聚会中的他也许只是短暂的回归生活的平淡，但在跳水队的训练基地，他必须保持高度专注。未来的他是否能够在名声与实力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需要时间去回答的考验。尽管全红婵日常面临着种种挑战，他依然在不知疲倦地追求更高的目标，用青春和汗水去书写他的体育人生。而在这些高度集中的训练之外， 他也在用心感受生活的点滴，像每个普通的年轻人一样，享受着日常的小确幸、有人的陪伴以及生活中的真挚情感。这样的他既让人心疼，也让人敬佩。他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运动员的青春。未来的全红婵究竟会走向何方？他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展开？似乎谁也无法预料。 而她的每一次转身，每一个微笑，每一个细腻的生活瞬间，都会成为人们心中珍藏的温暖记忆。与此同时，全红婵的新造型刷屏网络，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从当初那个在跳水台上不畏风浪的女孩，如今蜕变为引领潮流的时尚宠儿，她的转变不仅仅是外形上的焕然一新，更是一次自信与魅力的双重提升。 全红婵带着她的标志性笑容，穿着棕色皮衣和牛仔裤，金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令人难以忽视。照片一经发出，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网友们纷纷惊叹：认不出！这个潮酷女孩真的是跳水女王全红婵吗？人们印象中的全红婵总是扎着利落的发髻，穿着宽松的运动装，专注的投入在跳水训练中。那时的她。 以一份天真无邪和坚韧不拔的气质，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他带着拼搏的倔强站在跳台上，宛如含苞待放的小花。然而，这次大胆的造型尝试带来了全红婵身上的新亮点：从运动员的干练到潮流达人的随性，这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冲击让人眼前一亮，甚至觉得不可思议。她的蜕变仿佛在告诉世界，这个年轻女孩正在悄然成长。 在这组造型中，全红婵大胆选择了棕色皮衣与蓝色牛仔裤的搭配，打造出一种既摩登又帅气的形象。皮衣赋予了他更强的线条感，勾勒出他不同以往的英气；而牛仔裤的加入，则让整个造型多了几分洒脱的休闲气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新发色。 一头耀眼的金黄色短发，带着青春的活力和阳光的明媚，散发出一种无拘无束的自信与从容。网友们对此惊叹不已，全红婵完全变了一个人，这个造型好适合她，简直是时尚感满分。在社交媒体上，这组照片引起了热烈讨论，短短时间内便积累了数万条点赞和评论。有人感叹道。 全红婵这次彻底颠覆了过去的形象，成熟了许多，也多了几分独特的魅力。另一位网友则表示，这次造型简直完美，看起来既有少女的灵动，又有独立自信的风采，真是迷人。也有网友调侃，全红婵不仅跳水实力强，时尚品味也是不容小觑，简直是新一代时尚偶像。她的蜕变触发了无数年轻人内心的共鸣。 时尚不只是穿着打扮，更是内心状态和自我认同的体现。其实，全红婵此次尝试新造型，远不只是为了紧跟潮流和时尚。在笔者看来，这更像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宣言。作为一名备受瞩目的年轻运动员，他在赛场上展现的是无懈可击的专业精神；而在赛场之外，他则通过不同的造型尝试来展现自我个性与活力。 此次造型上的突破，正是他多方面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是一次时尚上的大胆尝试，更是一种内心成长的体现。透过全红婵，人们看到了一代年轻人勇敢探索自我、追求个性化表达的鲜明态度。他敢于尝试新事物，敢于在大众面前展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这种敢于突破自我、勇敢探索的精神。 不止局限在运动场上，延展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不仅让他拥有了更鲜明的个人魅力，也让他在年轻群体中树立了更丰富、更立体的形象。全红婵不仅要在跳水领域保持领先，也要在时尚界展示自己的独特风采。这种多样化的追求让他的形象更加丰富。作为一名运动员，全红婵的主要精力自然还是集中在训练和比赛上。 但是这次造型的尝试不仅为他增添了自信，也让他在公众视野中展示了不一样的风貌。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同样可以在赛场之外焕发光彩，既保留了体育精神中的坚韧与执着，也充满了年轻人对新潮流的探索与接受。全红婵这次的新造型或许为他带来了一份全新的自信，使他在未来的比赛中更坚定自我。 看到全红婵此次的造型变化，让人不禁思考：时尚并非单纯的外表装扮，更是一种内在力量的展现。她用一身新装造型为我们诠释了时尚的真正含义——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全红婵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时尚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选择，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与展望。 这种勇于尝试和挑战的精神，不仅值得年轻人们学习，也值得每个人借鉴。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中，每个人都需要保持一颗开放包容的心，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全红婵这次的时尚之举，仿佛在告诉人们：只有敢于打破舒适圈，才能在多变的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她不畏惧展示不一样的自己。 这种开放的心态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正如他在跳水场上的出色表现一样，他在时尚上同样展现出属于自己的风采和态度。全红婵这次的造型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还有情感上的震撼。她从那个跳水台上的小女孩，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信、勇敢且多才多艺的青年偶像。她用独特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潜力和魅力。 不论是体育竞技还是生活中的时尚表达，他都能够轻松驾驭，游刃有余。未来的日子里，全红婵会继续在赛场上追求卓越，也会在生活中展示更多的可能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全妹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